看看。很多水啊。那先往那边走吧。对。对。今天领这个狗出来逛大街，逛大街，开心了。这个叫 Happy 是吧 ？Happy。它是什么品种？笋鼠哈。笋鼠。它的尾巴像笋子一样。啊，笋鼠啊。笋鼠。笋鼠狗。从那个两四个月的时候，我们领养从那个从印度过来。就是他的妈妈带他过马路的时候，那是他是流浪狗，就遇到了车祸，然后他妈妈就走掉了，他呢这个腿受了伤，这腿受伤了，这有伤害，就是，然后呢，就是在印度的那个领事馆的一个那些个人就把他救了，救了以后呢，就放在一个。他们专门有一个临时馆，有好多，我们走到那边去，车太多，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。好。印度的临时馆给他收了。加拿大驻印度。加拿大驻印度领事馆。然后有他们呢，就有一个女士就收养了他，看见他很可怜，就给他治疗好了，把腿接上。接上了以后呢，然后就登叫大谁领养啊，刚好我们前一个狗都走掉了啊，我们女儿就给我们领养过，然后他就坐飞机从阿姆斯特丹从阿姆斯特丹过来又转过来，然后做了一全部的疫苗，就我们过来就是只交了那个就是机场的那个费用。那他就是说像托运过来一样，没有人带。没有。啊。那个大笼子。啊，有个大笼子里头。在家，当时那个大笼子都是100多块。就是那个大笼子，他运过来，然后就到我们家。他是一直到送到家，还是在机场去接去了？在机场去接。上机场去。出关手续。办出关手续什么的。他的什么免疫全部有了，不能进来，不能进不来呀。然后呢，给了一加币192块，就是运输，就是到那个出，他全部钱都交了。就是我们就是交那个出厂的那个。是机场出那个出。机场的手续费。192。192，然后就回到我们家了。然后到我们家里来了以后，开始的时候很害怕，什么都怕啊。然后慢慢被他接触，像自己家人一样，慢慢就好了嘛。好了以后就在我们家里就成员。对，成员，他是就是也得有一段过程哈，跟他到狗公园去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发抖。我都不跟那些狗狗玩。就是受惊吓了，有点小时候受了惊吓，对，后来慢慢在这个自由平和的国度，就比较很开心。现在遇见狗狗了，做大狗他还是怕，小狗他还要去叫人啊。大狗啊，随便哪个狗经过我们家，他都要捍卫他的主权，汪汪的叫，还看家，蛮好。哎呀，挺好。我们呢又给他做了绝育手术。每年呢，就给他做那个打针啊，这些。每年的打针。他现在我们那个小区，1、2、3、4，我们那个小区一共有6条狗。我们那个小区啊。小区里有6条狗。对，他都是他的朋友，他们走路的时候都要互相闻下鼻子啊。有的时候呢，在对面的话，要是他在对面的话，都要互相观望一下。我们旁边有一条狗，是那个德瑞尔，他太太是德瑞尔，先生是白人，他有2个孩子。他们那个狗现在18岁了。哎呀，那就很老了，就是。但是养得非常好，也是以前领养的，他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。啊，那个狗也是纯素狗。也是一个品种。每次那条狗因为它老了就不拴住了嘛。
每次我们走过的时候，那条狗就过来给它，它们两个就要缠缠绵绵半天。那个总是看着它过去的。啊。它这个也要给做绝育吧？做。啊，做了。六个月的时候，它到四个月来的时候，当然要到七个月的时候带它去做的绝育手术。啊。那天都抱了它一个晚上。害怕，还要去带他洗澡每天晚上漱口啊，哎，也是擦擦屁股，擦脚啊，哎，然后才睡觉，也挺麻烦啊，事儿不少，很开心的，他都知道，哎，他现在是他的记忆蛮好的，可能有个至少有数个记忆啊，比如说。我要做什么事儿啊？比如说我要打坐了，他就自己跑到那个里面去休息。哎，这个里边可以走，你去过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去过吗？我没去过，走啊。这小里面安静的，这块也啊，这也可以，这也可以。我从去过那边，从那边走，那是有时候有一只黑猫，黑猫也挺粘人的，从那儿一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在那儿可以摸摸什么的，它都不反感。养一只狗是一般的费用需要多少呢？就是一年呢，就是大概主要什么费用？主要就是它就吃东西嘛，吃东西我们都是那个食品啊，都是给它比较好的食品，就是它分上中下三等。要狗粮嘛，还是不是说这咱们自己吃的东西给它一点？不是这样。不吃人的东西。啊。是吃狗粮。那你不行，好难闻哈，你闻到没有？啊，好。这怎么这边有？好大味儿。对、然后呢，吃那个狗粮的话，我们的一般都是买的中等偏上的狗粮。一袋的话，就加币大概40-50块钱吧。一袋能吃多久呢？三个月。三个月。然后呢，每年呢就是做体检。每年体检。体检。如果一个打针的话，就是56块钱。过去吗？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嗯。不打针就是56块钱。不打针56。打针就是74。打针要看他的血液检查，如果他的血液就是需要打针，就打针。这个血液检查出来不需要，不需要就不用啊，不要打，因为那个打针伤，还就是大概一年算一下能有，也得有这个几千块钱收那个什么吧，支付吧，没有啊。没有那么多，没有，走哪边？走那边哈。1000块钱都不到。一年下来。1年都不到，600-700块。600-700嘛，你包括。差不多。包括吃，包括这个。包括打针。打针。主要就是要小心。因为这个地方也比较健康哈，就是它没有病的话都好办，是吧？有的时候有病了，我这是，我实际很喜欢养个猫狗什么的，然后我啊，那这边走，这边走了以后全是，因为它的腿呀，脚丫子有点红啊，就是有点过敏什么的，可能要有点过敏。就这样。他们现在呢，胆儿也大了，现在非常开心在这里。也有他的朋友，有了家人。所以他们很开心。
其实我们家就是不叫，我太太就不愿意叫养这些东西。养个猫吧。都没养过。没养过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不行，养了之后，实际他原来是就是有点害怕这些东西。”后来现在呢，他不一定害怕，但是觉得一看那些这个猫狗的那些宠物的那些介绍，觉得挺好，但是他说：“哎，可不能养，这个是就是因为它寿命都挺短嘛，好像几年就不行了。”那十年是又对猫可以三二十年，猫可以二十年，十八年二十年。他说这个好像多一个那种电器，对对，他因为他的朋友就是有的那个猫那个死了，老一直就养了很多年的，然后两口子就在电话里挂电话，告诉这两边都在那哭。这个没有过，这个但是你这样想，那个猫和狗和这些，他们这些动物。它离变成人的话就只差半步，那么它走掉的时候它幸福的过了这一生，它下面它就去变成小狗，变成小女孩小男孩啊，它可能是这什么了，哎，轮回了，轮回到别的了，我们也很伤心，但是呢你这样想就平和了，而且你对它那么好，还有养了动物呢给你带来的快乐相伴，特别是这种收养的，他特别感恩，你也是在做好事啊。他自己就知道是收养他，他知道啊，他特别的感恩，很乖，就是。你要养的话，你就去收养，收养上啊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就给你收，给你带过来。哎，我们得先得家里面的那位得工作得做好才行。你们两个空巢这几天，有个狗和猫，这个多伦多呢，就是只有一个地方，有狗的墓地和墓地啊，动物的墓地啊，在那个汉密顿啊，汉密顿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那个狗养了19年，结果走掉了，他们就把他的骨灰。就埋在那个 Hamilton 那个墓地啊，还每年都去看看。这个猫和狗，你觉得就是有你养过猫吗？养过猫啊，猫的三只猫，感觉有什么区别呢？跟养狗啊？更猫很粘人，猫粘人。但狗呢很快乐，都很好。都让人心里啊有一种温暖，特别是人现在人情淡漠，你知道吧？是是。人与人之间比较那个，你有一个这些动物这些呢，它就是，你就是它的主要依靠。对，对狗来说，人是它的全部。对。但是这猫好像是可以更独立一点，是吧？也一样，也一样。就是猫很念家嘛，比方说你搬到家，它还会跑到后家去，以前那个老家去。啊。狗属于主人。啊。我都挺。那就看你的那个活动能力，比如说。养狗得常出来，常出来遛。对。猫可以不用出来。猫就不太管。对。猫就不太管。我哪怕养小鸟啊，就像你养金鱼啊，这些它都是一种情趣。是，特别是你收养的话，你就是在做好。这是一个学校吧？学校的公园，这个小河挺野生的感觉，里面各种野鸭子，对对对，还有什么那天看见那种什么大拦路。像那个鹤似的那种。你平时也走这条路？有的时候从这儿走。啊。今天我们也走，可能要下午才行，早上路。它那个脚好了以后。对。但也走不了几天了。啊，对。这个今这个星期，天天我们都要走。啊。晴比有九点，然后接着就开始冷了。它冬天的时候就是也不用戴个套什么的，脚套。就像那种在石板路上没事儿，但是就是暖和的时候出来走。我冬天就那个里面走啊。你去过吗？
那里面啊，就专门有这种栈道走的，啊，好多人啊，就是他跑道嘛，是好像是操场嘛，不是，不是，是修修的那个半，嗯，就是那个叫什么说，就像一个栈道一样啊，就是这个啊，这里面很多人在里面，在里面打拳，很多活动里面，对，就是。他有很多很多习惯，比如说他高兴的时候他顿着你的那个表情，嗯，就是笑笑的啊，能感觉到，感觉得到，把嘴巴一扎开，哈哈哈，喜欢你的他就让你摸他肚子，嗯，全部不防范，要警觉的话，那尾巴就夹得很紧啊，尾巴夹起来是紧，哎，只能是夹着尾巴坐着。看那个什么摇尾巴是高兴是吧？是最高兴。对，嗯。现在知道你是家里人了，对，对你开心的。我那天看那个黑猫，它也是过去一碰它，它，嗯，这什么也跟它是过来蹭，然后也是躺在那块儿。它，啊，就让你摸肚子。对。你的电池还都充足啊？电池我不知道有多少了，还是可能不多了。这个小区啊，很安静。这么多狗。哎。哇，哦，好了。这个小的很老实，啊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他回去，回去。Hi Tom， 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领养的，哦，朋友的狗放在这里啊，那你赶快叫他进来。跑了。有没有吃的？他不然在外面被吃掉了。Hi baby。拉了，Baby come，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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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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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嗯。